差不多了，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 越挣扎越好，晋升然后服侍。 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 受不了寒冷吗？
的胜利。这些树明天要还。我们会哀悼逝去的事物，然后加以利用。受不了寒冷，太安静了。你赢得了无尽的苦痛。
可恶！